南宋杜宗咸淳三年，1267年，蒙古彝军由忽必烈统帅，领蒙将阿里海牙率疑兵侵犯襄阳，樊城。襄樊守将吕文焕、范天顺奋勇坚守不支，吕次球员均遭奸相贾似道欺君耳目，眼内通外。 将实情谎报朝廷，使襄樊二城顿时处于内禁外绝、水深火热之中。奸相贾似道又暗将宋军步兵图，迫于金甲密柬之内，令手下心腹送往蒙营。幸于途中为武陵正义之士发觉，奋勇夺得密柬，亦即送交驻守镇江之文天祥，呈报朝廷。 韩星月，你果真是个守信之人。韩星月其人早已死了，现在留下来的不过是这把刀的幽魂而已。我这次奉了宰相的密令，要你复出江湖，就是要借助你手上的这把追魂刀。只要我刀魂喜欢做的事，我从不愿知道约我的对象是谁。 免得彼此认识了之后，有一天，这把追魂刀会回过头来，落在他的身上。刀魂果然是一位豪迈爽快之人。现在金甲密剑已经落在宗一门的手中，他们准备集合三大门派掌门，将金甲密剑送交镇江，暗叫文天祥，以揭发宰相之计谋。 这有明珠一斗，是宰相的一点心意。事成之后，将另有重赏。这是何意？刀是我的心，我是刀的魂。此刀重现江湖，就是为了要找回我这把刀多年失去的自尊。那阴影之事呢？ 我不会失言的，那就好。想阻止这件事，找回金甲密剑，必须先灭除忠义门的两翼分堂堂主展天鹏等人。
我此次进京，就是为着这件事，所以一切要紧密行事，万不可走漏了风声。这个我知道。嗯。哎，意儿呢？他已经睡了。哦。 最近外面不太平静，我不在家期间，你叫他少往外面乱闯。是的，老爷，您放心吧。爹，马已经为您套好了。哦，老爷，好。 夜深露寒，在路上要多留心了。这个我知道。早去早回。嗯。想你必是南山一剑斩天蓬吧？你是。 为何要杀妇孺之辈？孽寇！请你以后记住，凡是我杀人之事，不希望有帮凶在场，包括你在内。 连杀我忠义门数名堂主，而且全是死的一刀之下。老伯，我看这必是一人所为。像这样凌厉的刀法，近年来中原之内尚属稀见。我倒是听说过，像这种刀法，在一年以前，塞北的确有这么一个人，来去无踪，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。 只知道他名叫刀魂，啊！你是说这狂妄的刀客来到了中原，但是与我们忠义门又有何仇何恨呢？堂主，您看会不会与最近京中遗失的金甲秘简之事有关？哎，这倒是很难说。老伯，金甲秘简是什么？ 这是圣上与边塞驻军将领
密通军令的谕旨，据闻，这金甲密件为奸臣贾似道所盗用，借其暗中通敌，这内中关系着我大宋朝的安危。正因这金甲密件与奸相遣人送往敌营途中，路经此地近郊，突遭拒杀，金甲密件由此失落。 奸相贾似道不便明末搜查，故而买通黑道高手，四处杀劫。唉，如今金甲密件下落不明，而我忠义们却遭此惨祸。老伯，难道说我父母之辈杀，与此事有关吗？我想这其中必有隐情。后我查明再说。唐公主。 不必惊慌，我只是托你带口信。你把这些树枝带回去，交给你师父方忠诚。 告诉他，明天正午交出金甲秘诀，否则即是他的死期。 目前刻不容缓，你跟不知二人即刻启程，赶往东海黄玉村，寻找一位东海剑圣花老前辈，只有他才能抵制这名叫刀魂之人。师父。 东海剑圣不是早已隐退江湖吗？你只要将这个斩断的树枝交给他，他自会前来协助。老伯，那您呢？谅我这把七星剑，尚能伺候他一阵子。师父，您不能不顾您的安危啊！我忠义门。 历来扶持社稷忠义，而今国难当前，死有何惧？你们快去吧。 把他们埋了，免得以臭后人。当然，当然。 这里非久留之处，你们另寻他去吧。
下已经酒后多时了。我刀魂是言之必行。你们带着这些银子赶快归乡务农。师父，我不希望你们死于这场无谓的搏杀之中。弟子告别。去吧。这不是无谓的搏杀，而是为引证个人自尊的公平决战。盯上了。你为何在这路中间挖坑呢？啊，这两个坟坑是我为两个将死的过路朋友挖的，想必你们俩也认识。我与你素不相识，为何开这种玩笑？这不是开玩笑。这么说，你用你一条命要换我们两条命了？不，因为你们俩的命比我的命值钱，所以才有人要买你们的命。既然这笔生意你们俩不愿意合作，那我只有自己动手。
底是谁买通你来的？快说！两位小心，沿途奸党已发出骷髅令，前面玉狐狸在等着你们。告辞，朋友。玉狐狸，跳马，禁足，跳马禁江。禁足，长日消磨一局棋，风楼映照尽天齐，历尽江湖英雄路，空留青冢半黄昏。竹寺平武，双竹连将。朋友，请问从这儿到黄鱼村还有多远？此去前无路，此乃留人处，正如我这局死棋一般。你是秋风秋雨愁煞魂，飘零天涯断肠人。小心！你们可是往东海黄鱼村的？是谁呀？是两个过路人。既是过路人，就请他们上车吧。驾！驾！幸亏遇到你们，否则我们不知道还要赶多少路。啊，我父女二人在这漫长的旅途之中，确有寂寞之感。今有两位小哥同车为伴，实乃欢心之事啊。请问您可认识有一位叫做东海剑圣的花老前辈？你们要找的人正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。后生愚昧，请花老前辈见谅。免礼，这是小女花凤，我父女二人早已远避世俗，退隐江湖多年，你们找我何事啊？实不相瞒，在下想恳求花老前辈传授你那闻名天下的蝶影剑法，以除尽奸党，挽救大宋朝之国运，报我父母惨死之深仇。哦，气节可嘉，老夫允你所求就是。来，先陪我畅饮一杯。前辈，你那闻名天下的蝶影剑不是只有一尺二寸吗？刚才救过我，我想这其中必有文章。我担心中义门可能有危机。好，你先回去，让我来盯住他。
好快的回马刀！我警告你，下次你再有我背后出现，即将是你的死期。你要杀的人，我都为你杀了，你还找我何事？人虽然都已经死了，可是宰相要找的东西还没有下落。我只管杀人，不管找东西。哼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想杀一个人。谁？剑圣花龙。你果然是我唯一的知心朋友。花龙现在何处？他虽然隐退江湖多年，我倒是能为你将他引出来。那我就答应替你找回金甲秘诀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师傅，师傅，是谁？谁？是我。白天救你，现在要杀你的玉狐狸。哦，既然如此，你为何要杀驼背人？那是因为不得已，灭口。这么说来，你的来意也不善。不错，你猜对了。我正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这种战役，杜宾密图必然在他身上。好，我即刻就去。慢点，在没有找到密件之前，只准到不许杀，以免失去了线索。这事我知道。小二啊，哎，来壶酒。哎，哎，是，马上来啊。来，师傅，哎，请到这边坐。哎，来，哎，请坐。您要吃点什么？贫僧荤素不忌，像样的你看着给我来点。是，令驾烧酒一壶。好，马上就来。你放心，
以后有好东西，我一定给您留着啊。我有空的时候啊，就到你那边去瞧瞧啊。哎，欢迎欢迎啊。师傅，这是本地最有名的黄鱼。请问今天可是8月15吗？师傅，您记错了吧？今儿13呢，后天才15呢。哎，真是岁月不饶人。哎，二舵主，您来啊！哎，请坐，请坐。您请坐。我交给你们办的事，怎么样？这个人真是我的心腹之害，给我盯紧一点。一切后我指示，不得轻举妄动，免得打草惊蛇，知道吗？是是。这年头什么样的人都有。小二，师傅，您有什么吩咐？给我准备件僻静的上房。对不起，您晚来了一步，最后一间给这位客官定下了。真倒霉，今天晋升一些蛇鼠之辈。师父，如不嫌弃，可与在下同室共谢，也不必出口伤人呢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属下已经找到主意，其人现在落脚巨鹰客栈之内。军甲密件之事，宰相催得很紧。属下已有安排，他跑不了了。你跟穆朗先回客栈，三更之时，你我里应外合，引开战役，盗取密件，攻其不备。小施主，贫僧酒后失言，请见谅。师父，您既是出家之人，因何怨气满怀？哎，我少年之时也是江湖中人，正如你一般样，面貌俊美，艺高胆大。马上动手。师父，有位退隐江湖的花老前辈，你可曾认识？曾有一面之缘。我手上这道刀疤就是他所赐予。当年花夫人为了保护她的蝶影剑谱，就在这黄鱼村的落雁坡上遭歹人杀害。自从花夫人去世之后，花前辈就带了他那双目失明的女儿退隐江湖了。每年中秋之夜，他必前来垂钓，以祭花夫人的亡魂。他的蝶影剑法可曾传授过人？哎，可能是有缘人难遇吧。据我所知，20年来他从未收过徒弟。当年忠义堂的方堂主曾向他叩门求艺，却也遭他回拒了。现在忠义堂的安危你在旦夕。开门，住店。
房间了。哎，在这里借住一晚。做了，哦。在银子的份上了，在哪里？在里边。杀的人跟想要的东西，我都能替你办到。
可是生死攸关，赶快设法离开此地。你是说有人要杀我？对，而且此人绝非等闲之辈。这个拉碗在必要的时候你才可以打开。真是江湖险恶。师父，你要珍重。没想到一夜之间这里竟成了死亡客栈。跟踪大胡子，即可找到东海剑圣。山有路，水有桥，你别处不去，偏偏跟在我后面，给我带来不少麻烦。你既然叫我朋友，那我就实不相瞒，我想随你去求见东海剑圣，传授我蝶影剑法，以报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，除尽奸党。
中了我的五色毒烟，赶快乖乖地交出你们身边的金甲秘籍，否则今晚阴风林就是你们俩葬身之处。为了想学蝶影剑法，曾经到过这里，只可惜没找到通往化骨之路，就半途而废。大哥，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我的名字早已消失江湖了，就像天上的流星一样到处飘荡，你就叫我黑流星吧。现在顺风而来，我们可以闻到花香，你逆风而走，一定可以找到只闻不见的百花谷。你只要拿出耐性来，学得蝶影剑法，必能杀刀魂，除剑挡。根据刚才玉壶里向你索取蜜饯的口气来判断，蜜饯尚未落入奸党手中，你事不宜迟。你好点了吗？幸亏你来到这里，
否则你早已死在剧毒之下。这什么地方？百花谷。他醒了。他服了药之后，身上的毒已经退多了。其实，都是那半截树枝救了你，否则，我爹才不会叫我管你们江湖中的闲事。你爹可是人称东海剑圣的花老前辈，他老人家正等着要见你。拜见花老前辈。没想到我隐世二十年来，江湖上竟有出现刀法如此凌厉之人。他乃是武林中的败类，甘受奸党的指使，卖国求荣，四杀忠良。据晚辈得知，此次奸党之所为，关系着天下苍生之安危。那自称刀魂的人，仗着他那邪异的刀法妄杀武林，正是为了奸相贾似道找寻那一份遗失的金甲秘籍。哦，你可知道金甲秘籍现在何处？下落不明。如此看来，刀魂的四杀并不只是一场武林的恩怨，其幕后却蕴藏着社稷的安危，大宋朝的兴亡。在下求您老人家将蝶影剑法传授晚辈，即可除去刀魂，保我大宋社稷。把我的水晶剑拿来。是。爹，您。我自有道理。山区设法找到那个叫刀魂的人，把树枝交给他。你是个女流之辈，他不会伤害你的。告诉他，重阳之日，见日岭向后。是，我这就去。爹，难道您忘了您自己已经？凤儿，去把你娘留给你的那本插花册子取来。爹，我这就去。道上虽然很近，
但是在你受伤之时又中了剧毒，灌入五腹之内。虽然我已经为你服下了解药，但仍需3七21天的平心静养，是能够余毒尽消，否则逆血攻心将会导致复发，溃烂而死。老前辈，什么时候才能教我蝶影剑法？你的耐性尚需磨练，因此在你养伤期间可借插画来磨练你的耐性悟力，而后方能再进一步的论就剑法，这就要看你的造化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你真不愧为智多星。他一见那截树枝就动了复出江湖的心意了。他约何时何地？九九重阳见日岭。几年不见，你还是如此的明艳照人。瞧你，一见面就像几年不知肉味似的。大哥，张大哥，张大哥，
在你没来之前，除了天机姐，只有这草人是我心目中唯一的朋友。我得告诉我，只有草人的心才是最善良的。其实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，你爹总是叫我等伤好了才教我点引剑法，我真是等不下去了。插花和习武一样需要靠耐性和物力，点引剑法其中千变万化，必须静物合一，方能手中生巧，反而不乱，运用自如。奇怪，你爹为什么今年中秋之夜没有下山钓鱼呢？因为你爹走了，你爹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你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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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，爹，爹。之花如习剑，金则静也，静则物也，物则志也，志则精也。谢而不喜，则汝虚无。我爹对我娘之礼，许过愿，他今生今世绝不再使用蝶影剑法，也不再伤害任何人。况且他，年轻人，你一定要以薄纱来满足你的心欲吧，因为在我心灵中，刀魂剑圣两者无法共存。青山白云如此般纯真平和，常年的宁静共荣，为何人们不能像他们一样？既然武功全失，为何还要前来送死？迫不得已，以杀制杀。如今我剑圣二字从此永消。能平息武林搏杀，老夫死而无憾。我刀魂二字也将绝迹江湖。韩兄果然是位守信的人。
想现在可以放心了。剑圣已死，密剑得回，从明天起高官厚禄、荣华富贵将是你我享之不尽的，你因何愁眉不展的？所叹的是花龙在决战之时并未施出蝶影剑法，否则他既已死在你的刀下，天下武林已唯你独尊，你又有何可叹的呢？来，为我们美好的明天共干一杯。眼前恐怕这是我告别江湖的最后一杯酒了。这不只是你告别江湖的一杯酒，也是为你送终的一杯酒。啊，是你。是我，你没想到吧？经我刀下而没死的从来没有过，你还是第一个。因为你几次杀人时我都在暗中观察，摸清楚你的上飘刀法中那诡秘的三分刀锋，所以我早就有了防备，才能逃过你刀锋上的一分，而没有死在你的追魂刀下。既然你明知不敌，当时为何要以方中城真正的身份冒杀身之险在府中与我搏战？因为要是武林正派之人皆知我方中城是为了维护正义而死，名扬江湖。从明天起我将改名换姓，在沉香身边享受荣华富贵，永无后顾之忧，这一点你总该明白吧。这酒内的鹤顶红剧毒无比，你在百步之内必死无疑。得手了，他已中了九枚的鹤顶红，除非这你可以放心，那是百药难解的剧毒，只要万无一失就好。今后你即可随我摇身一变进宫当尊贵夫人了。算了吧，我只要你别把我当作泄欲的工具，哪怕是跟你方中城过一辈子贫贱夫妻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说哪儿话。这你可放心，我对你可是一片真心真意的。这样就好，几年来我为你受的苦也值得了。你为何对我下毒手？刚才幸好你喊出我的名字，提醒了我，因为你是唯一知道我方中臣真正身份的人，唯有除去你，才能使我方中臣三个字永远消失。Thank you.
错，那密简是假的。你到底是人是鬼？阴阳之间只是一线之隔，本来我心如魔鬼，但是经过你的毒害之后，我又恢复了人性。这么说你没死？幸好我对你早有了防备，身上吸有解毒的白骨丹，除去了鹤顶红的剧毒，这你没想到吧？不可能见到蝶影剑法，但是能死在我的手刀之下，也算是你的造化了。我方忠臣不能死在你的手里，但是也不能让你韩新月活得出去。去世后，我爹为怀念我娘而保存的。可惜我自幼两眼失明，只能以手触摸。这图案上我娘美丽的模样，这画骨里的画，全是我娘在世之时其亲手培植的。请你以后少在我面前提插花的事情。别忘了，张大哥，你身上的毒伤还没有完全退除之前，绝不能下山的。况且
我爹临走时叮咛我与你养伤期间以插花来磨练你的耐心，如果你不照他的话去做，岂不是辜负了他对你的寄望呢？如果你能抓住我，我就听你的话，跟你学插花。好，你别动，让我来找你。你是谁？我是来为你展大哥送终的。啊，展大哥，展大哥，啊，快逃！展大哥，啊，有人要杀你！亮，你定就是恶名江湖的刀魂吧？你定也是侥幸没死的展天鹏之子，展翼。你我仇深似海，不共戴天。快施展出你所学会的蝶影剑法，否则你难敌我这双手刀。
人无害虎心，无有伤人意。星月能见识到梦寐以求的蝶影剑法，死而无憾。这就是步兵密图，赶快送到镇江，交给文天祥文大人，以挽救天下苍生，大宋国运。展大哥，你一定要回来，我在这儿等你。我会很快地赶回来，帮你重建百花谷。后明年春来之时，这百花谷又将充满了芬芳宁静。你忘了，你教我的插花术我还没学完呢。哼，上。